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赵三甲班的林佩仪，很荣幸能担任这次美育优良奖的发言人。高中3年，我们共同创下了许多点点滴滴的回忆，即便过程中有些小插曲，但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扶持之下，滴下来的汗水都将化为一颗颗甜美的果实，使我们成长。说不尽的感谢无法逐一表达，仅于此祝全体毕业生鹏程万里，一帆风顺，也祝老师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毕业快乐！